人体菌群和健康息息相关，人体体表及与外界相通的口腔、呼吸道、消化道及泌尿生殖道，存在着约100万亿个微生物细胞，共同组成了人体的微生态系统。其中约80%微生物菌群栖息在肠道中，它们掌握着各种维持人类健康的技能。菌群对人健康起着关键作用，口气不清新、腹胀、腹泻、便秘、皮肤晦暗、爱长粉刺、痘痘等，都可能是菌群失衡的警示。保护健康，得了解人体菌群，其大致分三类：对人体有益的有益菌，如双歧杆菌、乳杆菌等；对人体有害的有害菌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，还有中性菌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三种菌群之间相互制约，和平共存。但随年龄增加和一些不良习惯，如荤多素少、常吃辛辣刺激食物、难以避免的食品添加剂、感冒发烧、红肿热痛时滥用的抗生素等，都会破坏菌群平衡，引发健康危机。益生菌是人体菌群的空降兵，适当食用可保持有益菌的优势地位，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。益生菌可以与有害菌竞争，调节人体菌群平衡，促进废物排出，减少脂肪吸收，促进营养吸收合成，刺激产生免疫因子，维护免疫健康，均衡守护，健康加固。如何选择安全优质的益生菌产品？认品牌，看产地。除了安全还要高效。一、看活性。纽崔莱从上千候选菌库中甄选专利菌株，耐胃酸、耐胆汁，可活着直达肠道发挥健康作用的，并添加低聚果糖、菊粉等益生元，增添益菌活力。二、看菌量。纽崔莱采用全球领先的生产及包装技术，让益生菌在常温下保持活性，确保保质期内每条包装的活菌大于100亿。三、看效果。产品汇集尖端科研实力，益菌组合历经千人临床试验，为全新产品强力加持。均衡益生伴，全家安心享，分享生活从每天益生菌开始。